雷霆魔龙是个被封印受禁制的逃亡，但是有人破解封印，释放出雷霆魔龙的黑暗力量。这个是一班陀螺手倾尽生命和热情对战，勇敢向恶势力挑战的不朽传奇。三二一 Go Shoot Baby baby 没跳快，刚刚把口袋没摆，今日たしごしゅう打ち抜くのが地球がのでかい歌にあるだべ、心の鉄は誰にも折れやしない、もっと固く打ち当てろ、ベ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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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メトファイ、ガンガンバックで目いっぱい、ベ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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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き合う、令人惊栗的烈焰天平，我这么大个窿的，应该是斗得很激烈，但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健太，别气，健太，喂，健太，你怎么了？银河，振作啲啊！激气啊！点解会咁噶？都唔知点解会成个人咁样飞起噶？系阿柔嗰个烈焰天平啊！阿柔，烈焰天平，我、你哋全部都输咗，你个陀螺啫！冇错，就系咁样啦。其实我心真系好想太太你哋支持得耐啲嘅。你就是阿柔，你究竟做过乜嘢？你哋好快就会知噶啦。我因为你哋都要好似佢哋咁同我对战啦。我剩翻四个人，嘿嘿，吓哦，冇错啊！呢四个人当中最后胜出嗰个就系胜利者。吓，连我都计埋啊！而配合呢次大赛嘅高潮嘅对战舞台就喺呢度。生存战争大会终于来到最后时刻了，好了，那究竟是由哪两位选手对战先呢？企埋一边，呢度交俾我哋两个得噶啦。冇错，江银河同埋盾神支持你哋。我，你两个名我都听过噶啦，听讲你哋都好犀利，所以好想同你哋对战啊。系咁即系荣幸喎。好，系咁快啲开始啦。唔好意思，我嘅目标即系银河一哥，我真系冇咩兴趣同你对战嘅啫。哎呀，想做逃兵啊？你说什么话？如果不是这样就算了，我会跟银河一个对战先。银河，你不会做逃兵的吧？我即管来啦。这才是银河来的嘛。如果我赢的盾牌机，你就没得跟银河对战的了，那你都没
你咪亂同我改名啊！你把咁嘅口都得罪人多噶啦，唔紧要，我就蚀底啲，首先封住把咁嘅口先啦。咁先就系噶嘛，嘿！你要小心佢啊，京刺首领。佢识得用啲奇怪嘅绝招，将地面变成沙噶。可以一次过打低你哋，我就知道佢一啲都唔简单。不过赢嘅人系我。你话系就系噶啦。咁嚟啦，三、二、一、go！你哋唔使客气噶，快啲进攻啦！边个得闲同你客气啊？哈，睇唔出你个防御型陀螺可以做到咁喎！我仲有好多犀利嘅嘢未出嘅，好嘢啊！佢嘅攻击厉害到令对手完全失晒位啊！岩岩之王嘅攻势好猛烈啊！烈焰天平系咪会败阵咧？啊！烈焰天平。知我厉害未啊？又点会有事喂？咁嘅犀利啊！系啊，烈焰天平好似乜事都冇起翻身喎。唔系啊嘛，头先咁样都唔跌低嘅。点可以咁样噶？系啦。秘密一定系喺底盘度，你哋睇下。哦。佢嗰个自由回转永久敏锐底盘，产生难以想象嘅惊人平衡力啊！哦，咁个陀螺真系难搞。以前同我对战嗰个陀螺手，个个都好似你咁讲嘅，仲话咩攻击都对付唔到烈焰天平啊！真系好大口气啊！好，系咪真系咁样？我而家就即刻嚟试下啦！我你哋封天马咁样攻击，竟然都系一啲事都冇。佢呢个持久型陀螺好唔一样啊！烈焰天平嘅持久力喺持久型陀螺之中确立鸡群啊！原来系咁，唔怪得知佢咁嚣张啦。系咁，我哋就睇下烈封天马力量大定烈焰天平挨得，一决高下。矜持，佢系我嘅猎物嚟啊！你咪喺度阻住晒，我你啦！矜持上面嘅必杀绝招，狮子暴风逼你啦！佢今次出绝招嘅时间短过之前用嘅时间喎，点可以咁快嘅？系好嘢喎，矜持！我嘅目标系你啊，我只系想同你单打独斗，你等下先，我好快就可以收拾佢，又同你决胜负。文嘅狮子暴风壁原来咁嘅，我开始觉得越嚟越好玩咧。好啦，去啦，烈焰天平！居然得意忘形，自己走埋嚟送死系嘛？去啦！我点会咁嘅？佢系咪破咗狮子暴风壁啊？冇可能，究竟系用咗啲咩方法啊？佢睇穿风嘅流动啊！咁即系点啊？喺刹那间睇穿风嘅流动同埋强度，然后揾到好细嘅摄入空间啊！咁嘅事可以做到咩？如果有齐数据，再用电脑分析都唔系冇可能嘅。不过佢都冇电脑，点计出嚟嘅咧？吓，呢啲嘢好简单啫嘛！吓，犀利啊！你竟然可以用肉眼在刹那间找出摄入空间啊！真的不相信有人可以这样做，是这样，这招又怎样啊？必杀绝招，狮子王爆风波！我就不信你真的这么有本事可以看穿这些风了。今次又真的有点难度的啊，不如等我都发动攻势啦，天平音速波！咁样嘅，
咁接弊啦，系打低我哋个绝招啊！小心啲啊，银河矜持。就算系咁又点啊？呢啲咁嘅招数，阻止唔到岩岩狮王嘅。系啦，大判比赛绝绝提升唔到回转速度啊！不过冇理由噶喎，我觉得应该仲有嘢嘅。真系啊！岩岩狮王嘅底盘有好重嘅内伤啊！你话咩话？岩岩狮王搞乜啊？回转越嚟越慢啦！你嘅华丽白羊而家冇地方走啦，仲可唔可以顶得住龙卷风攻击啊？但系你嘅岩岩狮王亦都，我就预咗噶啦。原来是因为这样，在那时就已经究竟有什么办法了？硬住的了，加上现在地下又这样，如果再继续是这样运用绝招的话，怎么行的？矜持首领，快点停止啊！会整到岩岩狮王的。矜持首领，快点停啊！矜持做什么？岩岩狮王你在咆哮呢？快过来啊！岩岩狮王系咁，等我哋夹硬整停佢啦，健太。啊！系啊，咪住先啊！你哋已经被封咗出局，如果再计入赛事嘅，系严重违反赛例噶。咩话？系咁，而家点算好啊？咁等我嚟啦。等我入去阻止佢。喺而家呢一刻，我仲有参加对战嘅资格。等我阻止矜持啦。冇可能噶！你有咩可能可以停止到狮子王爆风破啊？阿元啊，我一定可以做到噶。头先烈焰天平都可以啦，只要睇到摄入空间喺边度，我都一定做到噶。风速、风压、进入嘅角度，见到啦！你做乜嘢啊？去啊！岩岩狮王，要接手令。嘿嘿，估计系12度，右面27度，机会只系得一次，唔可以失败。究竟想做乜嘢啊？你破坏晒我嘅！岩岩狮王，我原来系因为咁。我天野原选手出局啊！岩岩狮王而家好辛苦咁回转紧，咁究竟矜持选手下一步会系点呢？啊！到底咩事啊？矜持选手喺呢个时候行落对战盘嗰度喎！吞神矜持选手出局啊！你搞成咁样，我都竟然唔知道。岩岩狮王，我觉得自己好冇用。你究竟谂乜嘢噶？边度会有人咁样做噶？吞神矜持选手竟然弃权啊！今次生存战争大会，只系剩翻个银河选手同埋天童游选手争夺冠军之位咋。退出对战的勇气，吞神矜持，你真的很不简单。矜持，你真的多此一举。下次谁再阻住我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你听得到？讲嘢都有噶，呢一啲系矜持首领派嘅感谢表现。啊，系啊，
无端端咁输俾我，都唔知究竟为乜嘢啊！吓，唔通佢谂住赢唔到我，所以自动放弃？梗系唔系咁啦！我经此放弃作为胜负战斗，系要保护佢嘅岩岩狮王。咁做同时亦都系为咗嗰个知道岩岩狮王有事唔关堆战嘅阿元。呢啲咁嘅事同我完全冇关系嘅。咁难得先觉得场对战好玩，点知突然间又咁喎？又无聊又闷啊！你真系唔啱啊！点可以唔记得咗我噶？我会出埋经此奋力，令呢场对战更加刺激。真嘅？好啦，系咁我理噶啦。天平，任中打。哇！又系呢招必杀绝招啊！不过速度真系比之前快咗好多。你放天马。连烈凤天马都俾你杀绝住啊！乜咁噶？一啲都唔好玩嘅。不过咁嘅样，一听知道系我赢嘅咧。错啦，你未赢啊！啊！你咁嘅把戏，点可能阻止到我嘅烈凤天马？去啊，烈凤天马！嘿，好厉害嘅攻势啊！仲有好多啊！唔沉落去啲沙度嘅，因为佢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喺沙上面飞啊！系好嘢喎，银行就系咁啦，我等咁耐就等呢啲啦，嚟啦，烈凤天马！决战即系决战啊，可以喺度同咁犀利嘅陀螺手对战，我好兴奋啊！我都一样啊，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犀利啊！呢场生存战争大会嘅胜利者之战，两位选手都使出浑身解数，正面进行激战啊！要加油啊，银河！而家形势系势均力敌啊！不过对手嗰个矮地狱已经冇效啦。即系话银河应该占上风啦。哈，系咪真系咁样咧？其实我仲有杀手锏未曾使出嚟嘅。咩话？嘿嘿嘿，就俾你见识下啦！烈焰天平嘅真正实力，我哇！搞咩啊？必杀绝招，天平终极审判地狱，加油！事啊！我个头好似要爆咁啊！各位，而家最后审判嘅时间到啦！咁当然，烈凤天马就被判有罪。啊！烈凤天马，你点啊？烈凤天马，你嘅烈凤天马俾烈焰天平引发嘅超级震动漩涡卷住咗啦！超级震动漩涡，冇错啦，佢嘅回转会慢慢减慢，到咗最后佢就会完全停止噶啦。激气啊！加油啊！烈风天马都话冇用噶啦，而家啲空气好似地震咁样喺度震动紧，你话可以走得去边啊？烈焰天平嘅必杀绝招好得人惊啊！烈风天马奄奄一声，睇嚟射出对战门只系时间问题咋。烈风天马，佢嘅回转力系咁减弱噶，仲有噶，只要烈风天马仲可以继续回转，我都系唔会放弃嘅，一定有嘅，一定有办法扭转劣势。哦，喺嗰度，喺烈风天马完全冇晒力之前，我都要搏一搏，使出烈风天马嘅必杀绝招啊！去啊！好。冇错啊，嗰度杀手锏银河一样有啊！呢只烈风天马嘅独门必杀绝招，天马流星击！得咗，今次银河赢咗。我。
你封天马？估唔到，弹走嘅竟然系你封天马，即系话必杀技天马流星剑俾人破咗。哎呀，唔系啊嘛？点会咁噶？超级震动发生嘅时候，烈焰天平等于着咗件无敌嘅海甲，烈风天马冚埋去，点会冇事？无敌嘅海甲，多谢你啊，银河。我全靠你，今次嘅对战先会咁好玩嘅啫。我真系好耐都冇试过咁紧张嘅对战噶啦。我都系啊，头先的确系好好玩啊。经过连场激战之后，夜晚令人手心出汗嘅对战。银河你都会输，下次赢翻佢咪得咯。不过讲真啦，阿柔真系好犀利啊。系啊，我哋竟然唔知道有个咁犀利嘅陀螺手，知道咗有个咁嘅人，就觉得冇参加错呢一个比赛啊。天同柔真系恭喜晒你啊！关于今次赛事嘅胜利者嘅奖品系，系咪咩愿望都帮我实现先？冇错啊，系咁。唔知道你有乜嘢愿望呢？我愿望只系得一个。就是陀螺手大战。陀螺手大战，即是做乜嘢啊？サバイバルバトルに優勝した天童優は声高らかに願いを口にしたその時、そこに現れたのはあの大道寺に。え、龍が風雲急を告げる新展開。たとえ罠だと分かっていてももう後戻りなんてできない。一度火のついたベイ魂は誰にも止めることなんてできないんだ。次回バトルブレーダーズへの道にゴー。